今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场所啊做一次聚会，因为非常的稀有。今天早晨电视台来访问我，临时想到一个题目啊，和平。和平这两个字不论是在中国在外国，千万年来人们所向往、所需求的，也是大家都在共同努力的，为什么不能落实？啊，不但呢，现代的社会也没有和平，使我们感到越来越动乱了，危机重重，灾难频繁，有一些敏感的同学们告诉我，似乎世界末日越来越接近。那么这种观感、这些言论绝不是空穴来风，一定有它的原因啊！我们处事一定啊，先把这个因素找出来啊，然后再去研究用什么方法把这个因素消除啊。那么我们理想的目标啊就能够落实。中国的文字在全世界确实是最美善的文字。我们知道文字是言语的符号，而中国这个符号呢，充满了智慧。中国古圣先贤诸佛菩萨，他们教化众生，习惯上先把古提出来，然后再说明因缘。为什么呢？世间众生对于果报，他有鲜明的感受，而往往对于噪音呢疏忽了啊，所以佛知道众生的习性啊，说法总是先说果报啊，比如讲这个四谛啊，苦集啊，苦是果报啊，集是苦之因呐。先说报，然后再说什么原因。出世间法，灭谛是果报。灭是灭烦恼，灭生死。我们常讲啊，烦恼生死断了。这果报什么原因呢？道要修道。你不修道你就没办法得到
这样殊胜的果报。和平两个字也不例外啊，和是果啊，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啊，族群与族群之间也要和睦相处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宗教与宗教之间呢，还是要和睦相处啊，国家与国家之间也要和睦相处啊，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你说这个都美满了啊？什么原因才能真正啊落实我们自己与一切众生啊，不分族群，不分国土，不分宗教，都能和睦相处呢？那个因呢，是平等对待。和是果，平是因。如果我们对于一切人事物不平等，和这个字永远不能落实。所以和一定是建在平等的基础上。昨天我们在中国花园啊，有一位先生啊，在说话的时候啊，提到啊，他说他以前是个天主教徒啊，他们教会里面常说啊，信天主的人将来生在天堂啊，是最坐最好的位置。啊，基督教呢就差一点了，那位置就差一点了，大概摆在下面了，其他宗教都没有份呐。那诸位想想，天堂可不可以去？天堂还是不和啊，没有和平的，为什么？它不平等，不平等就不会有和睦相处啊，那跟我们人间差不多嘛。所以我相信啊，说这些话的人对于他的教义啊没有搞清楚啊。我们对于天主教的教义啊，基督教的教义啊，没有深入的研究啊，但是我们常常听说神爱世人啊，我常常看到教会里头挂的这个招牌啊，霓虹灯呢，神爱世人，这句话是平等的 啊，所以我遇到的是这些教会的长老啊，他们的传教师，我跟他们接触，我告诉他神爱我，他说为什么？世人呢？我世人嘛，他并没有说的是神爱基督徒啊，神爱天主，他没有这样说法，他说神爱世人。神心是平等的啊，所以天堂是和睦的啊，我们可以到上帝那里去啊，他基督徒啊，天主教他去不了，那为什么呢？他不平等，是不是？他不平等，神的心平等，我的心是平等的，我心跟神心啊，心心相应啊，我不是信徒，我会去，他去不成。啊，那你们大家想想，我这个看法合不合理呢？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啊，一切宗教啊，都是讲仁慈、博爱，啊，佛法里面讲大慈大悲，啊，为什么慈悲称为大呢？大就是没有条件的，附带条件呢，那就不叫大了。无条件是平等的，真正平等啊！所以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是平等的啊。又明明告诉我们，生佛平等。你看看，他不说佛生平等，他说生佛平等，生是众生，把众生提上面，佛还摆第二个，众生跟佛平等的，性相一如，理事不二啊，这个是平等讲到了极处啊。所以我们想，我们就能想象得到，佛的世界是和睦的，那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毗卢遮那佛的世界，在往生经里面看到，就是净土经典里面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和睦的，他为什么能够和睦相处？华藏、极乐都是今天澳洲这一边的同胞们，他们所说的多元文化了。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世尊给我们举例，举了270多个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度，大家能和睦相处，能够相亲相爱，就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西方极乐世界呢，那更不必说了，它是戒严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只要祈求，现在人讲以名啊，我们从娑婆世界以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吧。那么由此可知，西方极乐世界居民非常复杂，无量无边的族群，来自不同的国家，当然他们信仰的宗教也许许多多都不一样，都能往生。阿弥陀佛通通来接引，所以那个世界是和睦的，是和谐的，因为它建立在平等对待的基础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祈求这个社会安定，人与人之间相处融洽和谐，从哪里做起呢？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我们自己一定要与一切众生平等对待，然后才能够真正做到和睦相处如果我们自己觉得别人高别人不如我，这个心不平，不但伤害了自己怎么害自己呢？你念佛害了你自己不能往生你信天主教呢，这个念头害了你不能升天堂，你就晓得这桩事情的严重性如果有人说这个极乐天堂太渺茫了这个我也没有看见，那我们讲近一点，我们自己有高下心，我们破坏了社会的和谐，我们障碍了世界的和平，这个过失你他妈承认
这个过失相当严重啊！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应当要改过自新了。我们知道，我们能以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我们给这个社会呀带来了和谐，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这个贡献太伟大了啊！都在自己一念之间。佛法里面讲啊，觉与迷，真正觉悟的人，一定是以真诚心待人，清净心待人，平等心待人，慈悲心待人，不但对人如是，对所有动物也如是，对天地鬼神呢也如是。那么由此可知，这样的心行才是创造和平的基础。不仅世间和平能够落实，能够实现，宇宙的和平啊，也从这个地方奠定基础。我们何乐而不为之？古圣先贤的教诲太多太多了，在中国，儒家的教学、道家的教学、佛家的教学，佛教可以说从印度完全迁移到中国。最近才从中国再传回印度。我们再看看西方所有的一些宗教，认真仔细去读诵他们的经典，我们才发现呢，神圣的教诲对于世间所有一切众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一切众生能够和睦相处，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共同去过幸福美满的人生。那么我们看看先前宗教里面的状况，我们的感慨很深呐。不仅仅是佛教，其他宗教的时候也不例外，只注重宗教的形式，宗教的仪轨，对于宗教的教学所获，所以把神圣的多元文化的教育变成宗教了。佛教变成宗教很可悲也。我看世间所有宗教的经典都是多元文化教学的最佳的教科书。不仅佛法如此，所有宗教教化众生，它叫什么？我们把它总归结呢，可以说它教给我们三桩事情。第一个，教导我们人与人的关系。
啊。第二个，教导我们人与我们生活自然环境的关系啊。第三个，教导我们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啊。神圣的教诲也不外乎这三桩事情啊。这三桩事情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那中国儒家讲的完人啊，完美的人生没有一丝毫缺陷呐。啊，儒家称完人，在佛家就称为佛陀。啊，一般宗教里面称为天人呐。啊，所以这些事情实在说呢，说得最详细的、最清楚的、最明白的，无过于佛教啊。这是佛教的经典内容，非常丰富啊啊，尤其是他把这个宇宙的来源、生命的来源、万法的起源都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同一个根本呐。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孔子跟老子见过面，啊，孔夫子跟老子学礼，啊，我们在古籍里头见到这个记载。但是他们两位呀，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这没有往来过。但是他们对于宇宙人生，啊，也就是讲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他们有个共同的看法。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告诉我们：“精气为无啊，游魂为变啊。”啊，这是讲啊，生命跟一切万物的起源啊。而老子也讲：“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孔子跟老子讲的话虽然不一样，可是意思非常接近啊。而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啊，这一段事情他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说得更清楚更明白。所以中国的宗门禅宗常说：若人摄得心，大地无寸土啊。啊，所以大乘佛法修学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明心见性啊。诸位要知道，明心见性不仅仅是禅宗，大乘八个宗派，包括净土宗，包括密宗，最后都是要明心见性。所以《般若经》上佛常说：法门虽然是很多很多，殊途同归呀。啊，佛在《金刚经》上讲的法门平等，无有差别。方法手段不一样，它的方向目标是相同的，都是要让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了，
明了之后啊，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的关系啊，关系太密切了，比父子兄弟的关系还要密切。这是佛家常讲的，自他不二，生佛平等呐。从这一个理念，从这一个认识上，建立平等的基础。我上与诸佛菩萨平等，下与一切众生平等，蚊虫蚂蚁跟我平等，魔鬼地狱跟我平等，无有一法不平等。佛门里头有真正的和谐，有真正的和睦所以我们学佛每一天去拜拜不行啊，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天天为大家上课真正是学不厌教不倦我们在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每一天给人上课多少个小时，用现在的话来说8个小时所以有人跟我说，你们学佛的人太消极了我就举释迦牟尼佛这个例子告诉他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跟我们一样啊他选择的是教学的这个行业我们现在讲做老师，在人家看他做老师我们今天称他为本师本师是最初的最根本的这个老师他是老师的身份老师天天跟学生上课每一天上8个小时课，49年都不休息，你说他懈怠吗？他消极吗？今天我们讲敬业，可以说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跟释迦牟尼佛相比他是我们精进的好模范。敬业的好模范，他对于他的事业真诚恭敬，认真努力在做所以佛家是教学，是教育，是教学，与今天所讲的宗教扯不上关系佛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生来到了世间师尊告诉我们，他肯定承认有6道轮回6道轮回的发现不是佛教是古时候的婆罗门教就是现代的印度教因果轮回这一桩事情他们发现的。印度教的历史，印度人实在讲不重视历史所以他们没有明文记载。
这是一位同学问的，他说基督徒一位澳籍人士及几位华人代表想向老法师求教，求教一个学什么学讲如何修心积德，甚而可以不再转世。那么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要如何修心积德这个问题非常之好人生在世，应当把这个当作我们一生当中的大事修心，这是讲到了根本心是善良的你看看三字经上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那个善也不善善恶两边都离开才是真善你看六祖在坛经里面所讲的本来无一物，那个无一物是真善心地真正清净一丝毫污染都没有这才是本善。为什么我们把本善的心吃掉了？三字经上借着两句话说，苟不教信乃迁，迁就是变了没有好好的教他，他决定会受这个社会的污染，尤其是现代的社会现代社会不仅是环境污染了，环境污染事小心灵的污染呢，这个事情大人不是圣人，不是佛菩萨，他一定有贪嗔痴慢，一定有自私自利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我们这个心已经被污染了。那么现在外面这个外界外境五欲六尘的诱惑内有烦恼外有诱惑，这人怎么能经得起所以他的思想见解错了，言语造作错了造作这一些不善的业，必定感召不善的果报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来修心积德佛教导我们断恶修善所以你学佛，你能不能真正得到这个佛法的利益，佛法的好处，就是看你肯不肯真做佛法不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一个根本修行的方法，就是十善业这还没有谈到持戒，从十善上下基础佛家教人的根本，观无量寿经上净业三福四句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孝亲尊师，养慈悲心，落实在十善业，离开十善业了，孝敬慈悲都落空了，那全是假的所以
我们要从实善做起，啊，决定不杀生，决定不偷盗，啊，不杀生从心地上做起，绝对没有伤害众生的念头，啊，连伤害都不许可都没有，哪里会有杀害呢？啊，从这个地方修自己的心呢，这是我们的真心，真心里面至善的、纯善的，绝对没有伤害别人的念头。啊，所以从心理上下功夫，啊，就是连蚊虫蚂蚁，啊，再小的生物，我们都不会伤害。不但不会伤害，刚才讲了，我们平等对待。啊，他有灵性的，啊，他我们可以跟他沟通啊。啊，同学们家庭里面，我常常遇到的问题，啊，厨房里面许多这些苍蝇、蚂蚁，啊，怎么办？怎么处理法？啊，你学了佛之后啊，先平等心，啊，看到这些蚂蚁来啊，厨房爬的也许许多多，你或长恭敬对他说：“蚂蚁菩萨，我们平等嘛，他我这么的菩萨嘛。”啊，那我们个人有个人生活环境，啊，希望我们互相啊帮助，啊，互相不要干扰，啊，外面是你的生活空间，房子里面是我的生活空间，啊，请他出去，听话了，他自己走了。那，啊，你不相信，你就试试看，真诚心能感动，啊，你感动不了，你的心不诚嘛。因为有恭敬心嘛，啊，真诚心能感动，他自然就走了。啊，他到这个厨房来，还不是找吃的东西？那我们有吃多余剩的东西，我们摆一点到这个院子外面去，我们供养他，他不会来干扰我们。彼此要沟通啊，不通就麻烦来了。啊，所以最重要是通，啊，通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了。啊，就像我们身体一样，身体血脉畅通，这身体健康啊，没有毛病啊。身体为什么出毛病了？里面管道不通了，问题就来了。啊，所以我们跟小动物要沟通，啊，不但跟动物要沟通，跟植物也沟通。啊，你家里养的像树木花草，你要能跟它沟通啊，它长得特别茂盛，花开得特别好看。啊，特别像他供养你嘛，回报给你嘛，啊，所以与一切众生没有不能往来的，没有不能沟通的。我们从这地方修，啊，对人我们真诚，啊，决定不妄语，不倭寇，倭寇是挑拨是非，啊，古人教给我们，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呀，这就积德了。啊，尤其要懂得隐恶扬善。啊，看到别人有过失，不要放在自己心上。啊，为什么呢？放在自己心上啊，把我们自己的心染污了。啊，这是最划不来的事情啊。人家的好处放在我们心里的还讲得过去，把别人的恶处放在自己心上，把自己的心搞坏了，你说这个冤枉不冤枉了？啊，这不是别人送来的，是你自己接收的嘛？那时候发生的，啊，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不妄语，不念舌，啊，不绮语，不恶口。养心，不贪不嗔不痴，啊，我们要认真从这个地方努力，啊，去做，这叫学佛，啊，这是佛的真正弟子。如果实善不修啊，无论修哪个法门呢，都会落空，就好像盖房子一样，没基础，没地基，决定不能成就。啊，所以佛法建立在实善业道的基础上。
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他说圣儿可以不再转世，这个不可以。啊，不再转世，那你是属于逃避。啊，你自己得到清净自在了，啊，别人事情不管了，这个没有慈悲心。啊，所以你成佛之后啊，一定要转世再来。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度化这些苦难众生的，不能把他们忘记啊。啊，所以不可以不转世啊，但那个转世你很自在，哎，你不是业力受报，你是尘缘再来，啊，所以一定要帮助苦难众生。哎呦，这个问题这么多啊！啊，这位同修哈，郑同修，他问的是：我来到澳洲啊，已快六年了。之前我是信仰佛教的，但来到澳洲之后，我一念佛就要哭，啊，自己无法止住，啊，我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我在68年时弄死了一只猪啊造成的业障？啊，那么这个是啊，这是来到啊，这个来到澳洲以来是经常回忆啊，我这一生的苦事，一直很不开心啊。虽然我为了了结生死，精心修行啊，但自己呢仍无法超度，所以请法师慈悲加持啊，我这个苦命的人。我刚才大佛的问题啊，对你就会有帮助。啊，认真努力啊，断恶修善。啊，过去已经造的这个过失罪孽都不要紧。啊，怕的是你啊不能回头。啊，只要回头，就佛家常讲回头是岸。啊，那么你要想改造命运，创造命运，学了凡四训啊，现在我们把了凡四训呢拍成了这个电视连续剧啊，不长，只有2个小时啊，这个我们做成 VCD 2片啊。我劝许许多多同修把它当作功课来做，每一天至少啊看一遍啊，天天看。看上一年，你连续看360遍，你的印象就深了，你就知道你怎样去做了啊，改造自己命运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是掌握在别人手里啊，是自己造的，自己可以改。这位同修他说，他是大陆来的佛弟子啊，请问法师是否还能去大陆传法？如果能，大约在何时？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啊离开中国大陆啊，我是22岁离开，念念的都不忘故乡啊！过去大陆也去过几次，啊，这个赵普老也是我的同乡，
啊，每一次遇到啊，都给我谈到的法师啊，你要落叶归根呢、啊。我说是的，我想了很多年了，啊，都想回去，回不去啊。啊，那么现在我到中国，一定要中国国家宗教局邀请，啊，省长邀请都不行，啊，都没有效，一定要这个国务院宗教局邀请，啊，所以我什么时候能回去呢？我只有等这个叶局长了，啊，我听说叶局长今年下半年会访问澳洲，啊，我在澳洲来接待他。这位同学问的是，我们呢是一定是佛教徒，他说孩子可否读教会学校，如果读书要读圣经，怎么样向他辅导？可以，所有宗教都是好的啊。这个我们是佛教徒，在这个念这个教会学校啊，没妨碍啊。我还教过教会这个教会学校啊，我是出家人的身份啊。这个往年在辅仁大学的后面，多玛斯修道院啊，是天主教在台湾最高的一个修道院。我在那里面教了半年啊，他们那个时候的主教是希望我在那里教两年，以后出国弘法了，我就离开了啊，我教了半年啊，所以我跟教会呀、啊、这个感情很深啊，所以这一次新加坡的天主教啊，请正式邀请我去讲玫瑰经。我已经讲了一次了，下个月3号啊还要去讲一次啊。玫瑰经是他们的早晚课诵啊，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啊。那么请我们这些这个佛教的法师去讲讲他们的经典啊，给他们这个神父做一个比较啊，所以没有关系啊。这位同学问，他说：“嫉恶如仇的人是否比较难修行？”这个没错，是难修行啊。我们一定呢要听佛的教诲。这个世间人他为什么会作恶呢？啊，为什么会造极重的罪业呢？《无量寿经》上佛说得好，先人无知，不舍道德，先人是他的父母，他的长辈不认识道德，没有教他嘛啊，他没有人教，今天做错事情了，我们就应当原谅他，不能够责怪他，好好的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啊，这就好啊。如果嫉恶如仇啊，这个不好，对自己不利啊，对他也不利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记住自利利他啊，两方面都得利才好。啊，这位同学问，请问法师能否在澳洲啊弘传无量寿经？我们正在做啊，所以我现在在澳洲图文巴买了一个教堂啊，天主教的教堂啊，那作为我们的修学的道场啊，我们对于天主教的感情很深，所以我买的教堂完全不改变啊。那他们把这个十字架
这个圣摩耶稣的像他拿掉了，他搬走了。那我接受这个教堂之后呢，我里面不供佛像，完全保持他原来的样子，这是我们对天主教会的礼仪，我们对当地文化的保存文化的重视，我们要跟澳洲所有族群宗教融成一片，所以我们在教堂里面讲经，在教堂里面学佛，那我们活动的时候呢，我就用投影，用投影，所以我把这个教堂后面这边做成大荧幕，我们的佛像就投影上去了。我们没有活动的时候呢，那个投影机关掉了，那是一片空白，所以不供佛像，那我们讲地藏经，地藏菩萨出现了，讲华严经，毗卢遮那如来出现了，是吧？祝佛现全身，没有活动的时候，佛都没有了，佛菩萨都没有了，我们用这种方式，所以这个是非常经济实惠，你说造一尊佛像要花多少钱，现在需要用钱的人太多了，我们不忍心的这样做法，那么这个许许多多道场里头有很好的佛像，我们只要照一张幻灯片来就可以了，我就可以用把他的佛像搬到我的教堂来了，所以这个方法经济实惠，这一位同学问了个大问题，业念无明从哪里来的？这是佛教的根本大问。根本大问呢，你在此地问出来了。你这个问题呢，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富罗那尊者向释迦牟尼佛提出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给他有解答。这个问答了在《楞严经》第四卷里面，你去先去读《楞严经》，如果经典太深了，《楞严经》翻的是比较深，如果难懂了，你可以看注解，近代人的注解了，圆因法师的注解，注得比较浅显，容易看得懂，你可以看圆因法师的《楞严经》讲义，《楞严》的注解很多，从古到今呢，大概有六七十种之多，那我见过的大概就有五十种，所以这个注解非常丰富，都值得做参考。你去读经，这一个问题不是两个小时能够讲得完的。这个下面一个问题的植物是不是众生？如果是的，那吃素的人，不是也不慈悲了吗？你问得很好。植物是生物，确实是有生命，但是凡是有生命的，在我们这个世间呢，都是这个互相帮助的，互相呢有供养的。我们对于植物，我们栽培它，我们供养它。在我们没有吃它的时候，我们对它要有礼，对它要照顾，这是我们尽到心的。当我们需要的时候，这是它的回报，它的供养，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在平常对它照顾不周，我们有过失，所以我们对它好，确实它对我们也有非常好的回报，那么甚至于这个
游牧民族啊，他们是以肉食为主的啊，像这有些地方，这个高原地方啊，它不能够种植啊，靠畜牧，那要靠这些，这吃这些肉食啊，这些肉食是也是对牺牲奉献的来供养的啊，但是在没有吃它的时候，一定要全心全力照顾它啊，要尊重它啊，这个是人道啊，一定要懂得，所以还是有慈悲心对待它啊。那么在这个吃它肉的时候，心里头要生感恩的心啊，要生感恩的心啊，这个要生呢惭愧心啊，我们是实实在在不得已啊，绝不是无理滥杀，绝不是贪图美味啊，这个样子尽量减少自己的这个恶业啊。这位同修啊，他的法名叫圣君啊，这给大师行礼啊，求见大师一面，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开智慧？好，这个问题问得好。中国古大德常常讲，成佛的法华，开慧的楞严啊，所以这两部经呢，因为古德有这个评语，这两部经在中国佛教界里面非常盛行，不管学哪一宗哪一派的啊，都会念法华经念楞严经啊。为什么呢？念法华经成佛，念楞严经开智慧啊。所以你要想开智慧了，你就读楞严经啊。楞严经确确实实里面讲开智慧的理论，开智慧的方法啊。但是我教你一个开头啊，要晓得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可是智慧是本有的，现在你的智慧啊没有了啊。什么原因没有呢？你是被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妄想分别执着之最严重的就是自私自利。头一关，如果不能把自私自利放下，开智慧就难了啊，读楞严经也开不了智慧。这最重要的一句话，必须把自私自利放弃啊，起心动念的不再为自己想，为一切众生想，你的智慧啊慢慢就开了啊，你的福报啊也慢慢现前了啊，一切为众生啊，没有一丝毫为自己啊，自己跟众生是一不是二啊，自他不二啊，这样才能够真正开智慧。这位同修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念佛是否一定要吃全素才可以修德？没有必要啊，我们学佛一定要依经典，净土三经五经一论里面都没有说吃素才能往生，没有这一条啊，所以尤其是世尊当年在世是托钵啊，像现在的小乘国家一样，那人家供养什么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啊。所以素食是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梁武帝提倡的啊，
梁武帝非常慈悲，度楞伽经，见到佛在经上讲，菩萨不忍心吃众生肉，啊，他度了非常感动，所以他自己啊就开始吃素了，啊，那么在佛教里面提倡素食运动，啊，所以素食运动是在中国实行的，啊，在全世界的佛教都不吃素，所以我们到外国去旅行参访，觉得人家都是吃肉啊，我们不要奇怪。别人看到我们吃素觉得我们奇怪，我们看到的时候叫他奇怪，其实我们要知道过去这些历史啊，这个素食的来源我们就明了了，啊，所以这个是不一定啊，但是素食对于健康决定有好处，嗯，减少疾病呢，啊。那么我26岁吃素，啊，26岁学佛，我学佛半年，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好处，啊，我就开始吃素了。啊，我今年75岁，没有生过病。啊，这一次，因为澳洲给我永久居留，要去检查身体，那医院医生告诉我，法师，你来检查是多余的。素食有好处啊，健康长寿啊，啊，心地要清净啊，素食决定有好处。啊，第二个就是在猪肉店做工的人是否都有卧报？这个卧报我不敢说啊，但是最好改行。啊，最好不要在啊这个杀生的，啊，这是卖酒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最好我们不做这个工作，啊，所以职业呢是应当要选择的啊。第三个问题是，西方三圣像全都一样，往生时如何认得哪一位是大势至菩萨？在往生的那个时候啊，你的他这个一般来讲呢，人在往生跟佛有感应的时候，第一个是接触到佛的光明，就佛光照你，这佛光一照啊，你的智慧就开了啊，你就有能力啊，这一切佛菩萨了，你都会认得清清楚楚，绝对不会认错，是不是？不会认错的。好，这个问题解答到这里就圆满了。像时间好像也到了，是吧？时间也到了啊。我们以后啊，我想见面的机会会很多啊。我准备今年下半年呢，会在澳洲住的时间长一些，啊，我要在这个地方培训学生。谢谢。